在中国呢，每天都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。那前几年呢，闹得沸沸扬扬的徐州铁链女，包括这个唐山烧烤事件，即便全国人都在关注的情况下，甚至是世界都在关注的情况下，依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。更加不用说很多发生在阴暗角落里发生的这些事情，对吧？很多孩子啊，无故的失踪啊，器官啊，丢失啊，这是中国最黑暗的一面呢，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。有一句老话叫"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"。那动物呢，它其实都有一个迁徙的一个本能，它都知道，哪里更安全，哪里更适合它发展。那么中国呢，其实这块土壤呢是非常非常的邪恶，所以呢，在这里生活下去呢，那注定就要受到很多不平等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思来想去呢，我觉得就全世界的只有美国是最适合我们来的一个地方，事实也证明了我们是来对了。那至于为什么要加入这个中国民主党呢？首先，我们都知道，在国内，你如果搞民运的话，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。那像我们的这个前辈刘晓波同志，包括这个，前年在北京的四通桥勇士彭宰洲，他们呢，其实最终呢，都付出了一个生命的代价。所以说，我们都知道，在中国搞民运呢，是不是玩不起的一个事情？像当年8964的这些学生呢，都用生命告诉了我们一个惨痛的一个代价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能背井离乡、千辛万苦来到美国。那么，我们大家呢，只能团结起来，利用我们在海外的一个力量，让我们这个民主事业呢，这个火焰千万不能这个熄灭。我相信，在我们这个大家的这个团结之下呢，这个民主事业会越来越好。好的，我说完了。好，说了。就我对共产党的看法啊，其实它本质上就是封建独裁专制的一个体制，就是你所有的全中国的老百姓，不管以前是几亿人，甚至到现在的十几亿人，说白了都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而已。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封建体制，这没办法的。这只是披着了现代社会的一层外衣而已，所有共产社会都是，其实本质上都是封建社会，从以前的苏联、斯大林了，这些，罗马尼亚的那个也是，都是披着社会主义，然后做着封建体社会的事，人权、对平等、对法治、对信息的获取，我都特别有。特别大的需求，在国内封城的3年，特别是前年我们贵阳市封城的时候，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出来了。我忍受不了我的命运被一个封建独裁者来控制我的命运，我实在接受不了。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为什么加入民主党，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。加入了民主党，然后通过我们在网络上的宣传和沟通，让所有的中国人了解到中共独裁、封建独裁的本质，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团，明智的中国人都团结在一起，推翻中共的独裁，让中国960万平方土地里。未来也散发出民主和自由的生机。谢谢。好。好，我呢要说呢，从我父母这边要说起了。我们父母呢，生育我们5个小孩，都是女孩子。那我大姐最大的大姐呢，那个时候我4岁，她15岁。那么为这件事呢，我父母呢就是一直，也算是个，就像一个政治犯一样了，就是找也找不出来，但是最后呢。就是说，他一说这个盒子里装的这个泥土，好像就是这个毛主席的像。现在已经搞，好像就是说，变成灰了，给你们烧掉了，肯定是里面装的里面的。那么没有证据，他就说这个就是证据。
啊，那么若干年以后呢，就这样过去了以后了呢，我父亲呢一直写信，我父亲写信呢写到那个市政府，再写到那个中央，但是呢都是退回来了。那么我父亲就是一个心结嘛，这是也是一个心结嘛。后来呢就你也知道，在这个中国这边他是不会跟老百姓去跟你去讲什么的，对吧？就是这个中共就是暴力嘛，一党专制嘛，也说不过他们，没有办法。到最后我父亲死的时候，临死的时候还就是说只要我的女儿后面几个女儿有机会出国的话，就是要不要待在中国。所以呢我呢也是一直把我父亲的这个话呢一直记在脑子里，所以有出国的机会呢我就出来了。出来了以后呢，我就有一次在那个法拉盛这边那个图书馆这边看到有人在发传单，就说要这边是说中国民主党是个自由的党，联系了那个传单上的联系人，认识了党主席。我们的民主党跟这个中国呢，中共党，斗争到底呀、啊。国内不是还是学生吗？然后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学校的那种政策就很，他就是很顺应中国的共产党的政策，反正就是很形式主义，任何事都很浮于表面的那种。然后最明显的我感觉就是疫情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我们都是分校，然后有时候是分寝，然后就是连宿舍人都不可以出去的那种，然后就是有专门的人送饭过来吃，然后如果有生病的话也只能要申请，然后给你买药什么的。然后呢如果有大病的话，就是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请，都不一定会让你出去。而且有时候分的最厉害的分好几个月都不能出学校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感受很深，我感觉这是对人权的践踏。所以我和我妈妈那个经历千辛万苦来到美国来追求民主和自由，然后也自愿加入中国民主党。写了一种小说，在天涯连载了三天，在第三天晚上他的所住直接到我家了。那个时候给定的是这个学信自释吧，家里交了10000多块钱，但是取保候审就出来了，这是第一次。然后2022年这个疫情，我们河南是比较严重的，那时候我在家经营酒楼嘛，那个时候强制被关门都关了4个月了，但是呢每个月我们还要交税，我的税定的是一个月17000多，你不开门你这个还要交税，你说这个共产党你定的是什么制度，对吧？简直和抢劫就是一个道理。那个时候呢我们街上17家这个餐饮嘛，因为我是当地人，就推举我为首，我们一起到这个我们当地的税务局就去咨询这个事情，提出我们的一些不满吧，对吧？我没有经营，我为什么要交这个经营税啊？在那里谈了有半小时啊，然后半小时以后这个分局的人就直接给我们以扰乱社会治安、寻衅滋事为由，我们的17个人当时就被带走了在派出所又关2天说实话打没有，但是回水说这点也很惨这中间又去各方走动吧这是5月份的事儿，还是命运安排好，让我和孩子来到了美国实际上来美国为什么来美国呢？就是说如果从政治层面来讲脱离黑暗奔向自由，
至少在美国这一块呢，你言论自由啊，不可能，不会像国内那走啊，大家可以说呢，你什么因言获罪啊，包括什么寻衣滋事啊。如果拿我自己来讲，就像我和家人和朋友说了，如果让我在国内再待上一段时间啊，这个迟早啊，迟早会让他们，也会被他们所谓的什么寻衣滋事也好啊，给弄进去啊。所以说因为我看不惯很多事情啊，包括在单位啊，包括在相关的工作过程当中嘛啊，因为我这种性格根本不适合在国内啊，所以说呢，基于综合而言呢，来到了美国。对，那个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，我感觉他们是黑暗的，不讲人权，感觉是把百姓当作奴隶一样的，所有的条条款款，各种法律都是针对于百姓，当官的办点事，官官相护，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之前我在中国开店啊，就跑本营业执照啊，那个税务局的他们办事的跟我讲，你办材料你要需要二十几天啊，一个月，反正就找各种理由给我拖。一个领导吧跟我讲，你交点钱，你给点加急费，我一个礼拜就能帮你搞定。像这种私拿卡要，我本来就很不待见这种行为。在国内就写，也是去信访局写信，去反映这种情况。反映这种情况就被当地的派出所给抓了。抓了跟我讲写信，这信你要给我再写一封反映你前面反映的问题是写假的。反正就受到各种不公平的待遇，最后店也没开成啊。和主席聊了一下，就感觉很符合我的理念，就顺理成章的加入了民主党。